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，我继续回来我们的 Car Parking Multiplayer。好，那我们前两集，一集就是在买这个 GTR， 一集就在介绍我们的赚钱大法，半小时能赚100万。那我们就来补一下我们的本集公告吧，一样，这次就两排就结束吧。好的，第一关是在干嘛？哦，从停车场出来的，对。哦，好。下一关，这次赚630块，好爽。把露营车放在这里 ，OK， 好。我先就先倒车，停一下我的驾驶技术，怎么提升？好 ，OK， 好。然后接下来就这样往前走。这里 ，OK， 跟他停正一点 ，OK， 好，就是花28.4秒，然后下一关赚2730块，然后这是停车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把吉普车放在这里。这台车真的很难操控啊，不是我在说，真的超难操控。
倒车入库。到左边。OK， 好。然后倒车。好，停。然后这次非常快速，花了87.1秒。这是87.1秒，到底在表示什么东西？然后下一关吧。这是Pick up reverse。OK， 好。已经倒车了，进下去了，翻是吧？这是人家考验技术。好，OK， 好，下一关吧。等下这 ，OK， 我们还有下面五关。OK 啊，这只能第一人称了，好吧。标了，那这一关现在干嘛？那毫无装饰的 boss， 这关到底在干嘛？这关开车往这里走，OK。慢慢来，好，保险起见，我们倒车入库，它上面有写说那个 reverse parking 就是倒车入库，这还有倒车线，这么先进，这样 ，OK， 好，非常的漂亮。那花了52.4秒，然后下一关吧，把这台车开出来。好，小心慢慢开出来。哎呦，撞到了，不过没关系，他没有失败。OK， 好，花了24秒整，然后我们就下一关吧。是路边停车。OK。路边停车，小心打个倒车档。这样叫路边停车，对不对？然后不用装到 PPR， 但没关系。好，这是真的装车。好呗，那好，不好意思，好，这样子。好像没有过多的倒车，这样子不错。然后这边停车，不好意思，哎，不过，不过。车给别人听就好了。好，花了16.8秒，下一关。
嗯，好，倒数连关，把货运来这里。OK， 这里上面有货的。OK， 好。然后送到这个公司。OK。Boss。转弯进来。OK。屁耶，这个不进去啦。这要怎么进去？我先解释一下，我解释一下。OK， 好，停。这样。这么的麻烦。我刚才直接重来一次。OK， 好。那刚刚说到那个倒车入库，那我们就到时候给他看，证明我是那个职业驾驶。OK。OK， 好。好 ，OK， 好。好，倒车入库。等一下，视角的问题呀、啊。好，这样倒车。倒车慢慢来，慢慢调。OK， 终于过了，好，下一关，最后一关了。这部片还玩不到多久了。啊，真第一人称不是、啊，真第一人称我是、啊、哦，好。这可以调，靠，这可以调第三人称，早说。然后再来是给非常高科技的那个周围雷达。啊，好，不好意思，至少给我周围雷达还是在。OK， 好，非常刚好的停在这里，哇，33秒4。好，那我们就先玩到这里了，下一集再玩2台时关。OK， 好，那这集就先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如果你有什么意见，我想玩的话，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